被拦楼了，都给我哭，兄弟们，都给我哭！直接卡成，嗯，跳了，跳了，跳了！全翻你那边，你帮我这边撤，你帮我这边撤。撤了。这俩人直接杀。好。幺六啊！啊，那。OK。大陆游戏，还有一个英雄是怎么说？是枪声，兄弟。啊？这一号是谁啊？哎，挺聪明。可以。感谢山有木兮木有枝的66个小星星。你们打分了啊？前方有危险。8、1、2、3、1。没不动。把那个喊口号呢，哄那个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截止了。不动。感谢狗仔的两个奖杯。学过表情管理。哎呀，感谢红玲玲的高能预警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病房私聊我8分。病房私聊我8分，兄弟们，我必须8分。病房的面子我必须得给。跳了。病房在这儿，病房私聊我，连续私聊我，8。楼梯，上楼梯就是。天好。我打了一枪头啊！你不穿那个黑的外搭，他就崩了，你信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他如果不穿黑的外搭，他就崩了。这是个有经验的主播，今天晚上圣诞夜，人家能让自己轻易的崩了吗？打倒一个。二楼右手好像。小设计啊！我再撇一个。哎呀，哇，他真的很心机，走完，他故意，知道吗？他故意把这个裙子拉开，显得腿很细。他故意把裙子撑大，然后显得腿很细。是。啊，有车来了，马路，你要扫一下。好吧，我们大起。走，是快过完了吧？感谢狗仔仔的火锅，感谢狗仔仔的火锅，没了。太高了。人，放狙。前方有危险。打了一枪。他那小熊不中。加速了，这个还。找一个。现在小熊吗？不是，在我这。跑这个 QQ 飞车知道吗？1314，凯如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很浪漫的，团人。待会儿我靠，好多人啊，兄弟，你还开我们就死了。没事 ，OK 了。我可以秒人。一秒，你打你吗？我先摸一摸。过去我就开枪了。可以摸。那石头至少2个。脸上。我要先准备给他来个雷。来雷吧。为什么？来吧。
还有一个。没打药。转。小龙。转。左边有个 mini， 城里还有人。嗯。你看城里吧，我看多正。考核要求太高了。坑里在白楼。是吗？到那儿你也不是王。后面来人了，来路。OK。我还指望听他傻傻的，人机，我什么装备啊？我他妈，我什么装备？攻都不进，我跟你妈人机脑袋削掉。你拿你的，石头。你看我在吃苹果，我马上快吃完了。我他妈真在。这也不攻吗？派石头后面去。到了，到了，看到了。炮在哪儿知道吗？在这里就。前方有危险。我不知道打没打到，后边坡。我来了。我去，挺能忍，对对对。他有车吗？怎么这么久？妈的！我他妈的不知道，这周就没吃的。左边的小山坡好像。好太郎还真不便宜。如果这把小松那个小兔崽子不在，然后我们吃鸡的。这些人好像还可以，大磊先卡在城里，城里不在圈。嗯，左边人干嘛了？左边走廊。嗯，现在拉尾楼有人。小前方有危险。我光标房子后有。听点播了是吧？别急。过人头，小伙子，死了，我那死了。连上，连上，连上。还没死。我连上，能过来清一下吗？好了，不用管，不用管，看城里吧。死。夜店一千六能出得来？我得看一下左边防区有没有毒了。来了来了，干嘛的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靠，这局牛逼！应该下来可以救。再去。来了，就来了。找一个。完，看圈里，子弹不多了，我们还有圈。右边把有冲。下面那个吉利普伊斯，冲了。加油了！我靠，这不行。
我还帮你补2000。都是你们知识分子合适，我们他那沟里好像有人啊，从那后面还有。有没有脚步，兄弟，跟一下。啊！一个人吗？你们扔都没有，他在空岛后面，好远啊！背的血瓶，看小魔现在奖杯。八三。我同学现在他妈的过来。